Hello， 大家假日好啊。那个最近哦，很多病毒就是有这个流感之外哦，这个登革热啊什么的，小心点哦，因为这个传染病有的时候它说来就来，很快啊，你不知不觉就染上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今天是这样子，我已经执行下一个计划了，我要把扭曲立场给打开来了。哇，能开的已经越开越多了，你看看哈，我这个开了，接下来是开这个。所以啊，你们有些朋友玩这个游戏，你这个一定要打开来啊！你看狂人都700万战力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永恒之心啊，还有后面的，我们因为是时间的关系，好了，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属性，老样子，属性看完就直接去打架了。今天是781400的攻击力，200万左右的生命值，普洛斯还是维持差不多的原状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直接到协会竞技用普洛斯的核心，下一个任务又来了，要挑战钻石组前100名。好不好？那这个任务应该是比另外一个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有两个角色，甚至三个，还有辅助可以用，有背心术士派，那加了点护盾，给水龙一点帮助。那前面的话，目前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第一场的话，140名啊。我们先从这个下手好了。对面是带着居士跟龙卷跟崩普的盾牌。其实看着这么多的战斗呢，这一场我认为是赢。我们也打了足足的水龙，打了一个半月，然后布洛斯核心也打了半个月。你要赢要输，你要找到一个输的理由。像这一场战斗的话，他输的理由就是这个龙卷，有可能会击败我们，但是我又信任水龙更多。虽然这前面这一个你看看没有血了，倒光了，可是水龙他该有的姿态还是有的，还没打完，等一下，要等一下。先给老头出招，还没有哦，连这个原子武士都是新版的，真可怕啊！不断的追击，这步区都卡着卡着都没办法动。好了，来了来了，你看我是很信任的，索尼克快飞了，有没有？索尼克快飞了，这边先闪避闪了一些，就是龙卷啊，一开始你是扛是没办法的，他都很强。乘以二白波罗也没了。最后一条步区了，直接给你扫完了。哇，我们水龙直接靠了一个1亿啊，那也尽力了，打输就算了，打输了，打输了。龙卷跟水龙就是这样，一瞬间，他战力真的比较高了，我们这个战力也够高了，所以说我觉得龙卷还是强，好不好？这龙卷是真的是厉害，打下一个，念动假面沙恩，这个上次有打过了，我们换一个。尽量开一点不同的组合，然后把普洛斯的核心跟驱动骑士两个也比较一下。2690万，这一场呢？这一场我们应该要赢了吧？不可能每一场都没有赢吧？对不对？讲真的，这个水龙攻击力虽然不如刚刚他们那个角色，就是这个对手，我们一定是不如他。不过已经打了这么多棋了，一讲这个重点讲很久了。有龙卷的队伍是很难打了，你看这个队伍就知道，对不对？还有格洛迪巴斯。所以我们只能打一个秒杀流，但是很显然的，普洛斯像这样的账号里面，他都没有办法出招，龙卷都太痛了。这一点就比较可惜，之前的核心角色出来的时候，核心都还会在场上，现在没有了。你看普洛斯那么厉害的大王都倒了，好，完了之后深海王这边还没有，我们这边已经不屈了。深海王又吹过来，我们现在是降速度了，因为攻击要弄更高，不然呢，我是觉得有点速度是好一点。我打一直打一直打，你有穿一点速度装，他这龙卷根本没办法那么快发招。不过你也看到我们水龙刚刚打了1亿，是吧？差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边再撑一下，还是开了不屈的，那就只能打一轮的。完了之后主攻再一整轮，你就把黑光直接敲下来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前面那下够痛，后面又荡下来，8300万、8600万，那龙卷直接飞了。这场战斗真的是漂亮啊！终于扬眉吐气啦，给你们看到水龙的威力啦，是吧？广西水龙头还是没有问题啊，搭配普洛斯核心。啊，这个跟普洛斯核心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你们觉得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再往前，要准备100名啦。大久眼，
我是有点讨厌大久远，他都喜欢风纪能。棋谱啊，这一场你们觉得谁会赢？我觉得我会赢，因为没有龙卷啊，你没有龙卷，你要格罗迪巴斯可以把我们血条弄完，但是前提是你弄完的时候水龙给你打一波，你能不能又再撑住？只有深海王撑得住，这个队伍里面就是深海王最能撑，你们相不相信？还是你们觉得谁最能撑？黑光吗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深海王最能撑。我觉得深海王应该是撑比较久，你们看一下哈。这边水龙还有一点血，然后要准备没有了吗？还有，巨石又来了，小机器人，他这边还在打连击，我们有扭曲立场了，还没有释放，我们刚刚已经开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开了。不过我们角色躺得太快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释放了。突破不屈，这很厉害，深海王还是很厉害。一瞬间的胜负，要就我们赢，要就我们输。哇，这一场危险了，6500万！你看深海王，啊，你看看这深海王多强，你看看，厉害的。啊，非常棒，我们换一个，这个不要再调装备了，刚刚那样的输出很漂亮。有时装的格流钢徐普，还有水龙啊，有水龙就一样的了，好一样的，我们再换一批，再换一批，总有可以打的啦，然后往前打，先到100名拿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有打掉一个机会，这个好了好不好？这个看，这场嘞，这场你们觉得谁赢？好，温德我也给他避开了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也说不准了，只觉得我们胜算是高，但是还要再确认一下。这场我觉得是我们赢了，我觉得是这样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可以想一下，我觉得是我赢。地理王，灼烧也是有痛的，4000万。哦，开局就没了，伺候完了。地理王打一个连击，我的天，太过分。凤凰男也过来涂一下，再给你擦一下，还不够再给你烧一下，还不哇哇哇哇哇！你这晕眩不要这样吃过来，我们只能打一个反手，所以他一开始开局就给秒掉了嘛。你没有办法动了，那就更困难，比原本还难。那是这个时候可以反击了。这个反击要先收温德，哇，他没收到，又给挨打一顿了，这场不漂亮，还倒在前面去了，前面对手都比较强，老吕，哇，这温德也是用了够久了，温德也是很讨厌，温德这角色真的也是讨厌，对不对？父亲永远爱你，老父亲。看着比较感伤。好了，那我们试看看这个老父亲102名。刚刚那个阵容没有温德好对付多，有一个温德是我们速度上不来，速度一上来一发着温德就飞了，根本不会去理他这个。所以我就说，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改这一套，不然等一下换回来也可以。这套是攻击力又更高了一点，有没有？想着过瘾一下嘛？你看刚刚那个多过瘾。刚刚一停用。这一场应该是不会输吧，就是最后会剩下背心尊者嘛，他的护体感觉弄得很多，血量是集中在背心大师，跟深海王没什么关系。深海王虽然也是护体够多，但是肯定没有这头背心难打，因为水龙他打的是一个直接伤害，我们是一个数字就秀在这里了，那么他的背心大师血条肯定是更多，所以我才说背心大师会比较难倒。这里已经触发不屈了，这也是一个好机会，看到底可以倒几只呢？我的天，哎呀，他这个突破不屈啊！你这个都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又崩溃，不行，我们要赢，我要赢了，我换一批，我要帅气，我要赢一场。KK7刚刚应该打这个，刚刚应该打他，没关系。
豪杰龙卷，有些速度他太快了，110名，刚刚那个打过了，直接打90名，打100名之前的了，不开玩笑了，直接打100名之前，98，哇，都是怪物啊，都是怪物，你看这打开都是怪物，国家队一打开马上0.1秒就关起来了，567，这个之前有打过了，不可能一直都输吧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会。不可能打什么都输吧，每次都这样子搞啊，然后100名都打不上去啊。我看他的波罗斯也好咯，不过他这边要提速了，所以波罗斯他要到4号位了，他也没有气了，他到时候也没有气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气，他气不够，他就到囚犯。波罗斯等一下要普攻，好，我们继续打，当然一定哟，深海王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啊，这个也是很厉害。格洛迪巴斯，完了之后，格洛迪巴斯准备再喷一次，再续前缘。哇，这个痛了，4600万，波罗斯也倒了。是水龙，啊，水龙又要一个打全部了。还有白波罗兰还有3条。又被打了，还有3条，这次暂时守住，还有3条，小弟出了一下，剩下1条，波罗斯一个普攻完了之后，垂柳又来了，垂柳开了布局了，啊，布局先开了之后，我的天，来疯狂扫射了，这一次好像好就好多了，背心大师也快去洗头了，还没有倒，还有3500万，本场战斗获胜，哇，这也打得够漂亮了，打了105名了，可以说钻石组100名今天就要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达到100名了，希望下一场能够挑战成功。本片就在哎，啊，这边怎么有一个宇宙怪人嘎德曼啊？还有水龙啊，4900万有点高了。KK7，低战且虚，好，我们就打这个，看有没有办法送我们到前100名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好像没有。没有成就，有的话应该才打赢，这应该是没有赢。比较可惜的地方是我们的普洛斯自始至终都没有发招，好像上来就是一个核心的功能，但是没有发招。哇，觉得背心大师一开始就给他开在水龙这边的话，这没有办法，运气不好开水龙，因为他的背心大师打得好痛哦，他刚刚这个是打了1900万，你这反击的力道也不够，这没得跟他玩的了，这玩不了他，玩不了，包输，这个队伍太强，还有豪杰，而且这伤害都很高，波大王还没有办法，哇，3600万，水龙也像发疯一样哦，这个打了5000万，物体又回复了，不过白波罗也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多血量可以撑，剩水龙一个打6个。速度慢了，每一个角色都足以让水龙受不了，这里涂一下那里涂一下，又酸死又什么的，再给你斩过去，完了之后再给你涂一下，完了之后又要没有血啦。水龙这次反击5000万，物体又回来一些，不过这个酸死有点痛，所以他每一次都扣了快要1条，又给你下个扭曲立场，又给你一个风火轮，哇哇哇哇哇，这样输了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撑不住，很可惜，差没多少，好可惜，真的是可惜啊，好想再打他一轮啊，啊，这个真的是好可惜啊，也有点机会，就是说速度慢了，不过再打他一场的话可能会比较无聊啊，所以狂人打就 跳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有赢我们就跳过，有赢的话就是靠一点运气跟秒杀把他秒掉了嘛，这没有赢，这应该是没有赢，跳过，不然这样弄下去片长太长了，好，我们打下一个，今天就给他搞到100名，除非我们打不赢，打不赢就明天，你看我也尽力在打了吗，这个100名也算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刚好也是100名，大肉盾，你这个队伍是大肉盾哦，还真的有点像是，还有毁灭指令呢，试一下好了，好了，3900万，前面的战力都好高哦，
600万，那这个3900万，这个可能也是没有赢。普罗斯现在都一直不发招，很讨厌。我们的普罗斯稍微也有点伤害了吗？你不多再怎么样，1000万也是伤害吗？对不对？你让他帅一下嘛！一个毁灭指令又要下来了，速度那么快，他这个指令下的那么快，不好对付，不好对付。水龙的没有办法，一个跟你去，没有办法免除风技，封了之后就又剩下不屈，等一下反击，把大众也给吹掉。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这个都是老套路了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一个老套路而已。不是，他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要等一下。那我现在我们不许开，然后把沙发弄倒，沙发没有倒，他没这么快啊！你用普攻去打，这场战斗无聊了啦，跳过了啦，无聊了啦，真的啦，因为不能动嘛，就是把我们封起来了。我很怕片长太长了，赶快弄一弄，对不对？就赵叫小赵是不是？这太厉害了，这队伍太厉害了。又是棒球棍，红中，红中在那个英雄组有看到他呢，你们记得吧？哦，他都练英雄，难怪英雄排行榜那么高，好像是英雄第六名嘛，还第五名，记得吧？有人记得吧？金城武又是大中眼，这个也是普罗斯啊，又卡着。真的是没有这个缘分呢，都是巅峰也没有上去，这个就都是大肿眼啊，大肿眼啊，都是有大肿眼啊。你穿插一个让我们打吧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留了这个，又是温德，不管了啦，不管了啦，你看到就打了啦，都还是有点运气嘛，不管了嘛，你没打怎么知道？那你没打怎么知道？这索尼克可能也是五星的嘛，所以又提速了，又拉速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还没有2400万？那我们也没办法，普罗斯就倒了，普罗斯就倒了。那果然还是拉了，又给晕，又给拉，又给揍，又给波大王。哇，这普罗斯伤害好高啊，好可怕！没有开玩笑，普罗斯伤害怎么只有59000啊？那个追击的人血卡的效果不好哦。这59000，那钉锤头都打超过59000，不知道那个人血卡真的有些是效果不好。这温德真的很讨厌，真的很讨厌。好了，主体来了，95万。那是因为我们血条也到见底了，然后我现在给哦，你真的是把我虐待虐得很惨的，他不把我们虐待虐得很惨，太过分啊，太过分，太过分，这些都太过分了，你们说是吧？这个太过分了，5000万啊！不过你这核心有点问题哦，我看有没有机会好了。约在4400万啊！加油啊，水龙！没有的话，就是把速度装拉回来啊！真的啦，有差啦，快一点也好啦，对吧？有可能我这场比龙局还快嘛，我就赢了嘛。当然，只是有可能，不打也不知道。他这里又很讨厌，又搞一个金属骑士。哦，每个都是这样子，有晕啊，有沉默，有什么？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这样子笨笨的秀出来，站在这里跟你玩。哇哇哇，3900万，2950万，真的是很可惜，真的是很可惜。你一级如果可以把它打爆的话，就算了。你看我现在我连反击也不能反击，它跟龙卷不一样，它晕了之后就整个都停住了，停住了，再打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把金属骑士给秒掉。没有的话我们就想一下吧，到时候连同那个巅峰竞技一起来，
不可能两边都打不赢一场啊，一定打得赢，只是说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把这场赛事给他玩好。接下来又要换到下一个账号去了，1500万，每个人的龙卷都很痛哦，真的动不动都是这样子，随便打都一亿两亿，现在一亿的伤害都吃饭一样，连我们水龙都可以打到一亿了，有没有可能啊？差没多少，有可能呢，他撑没多少啊。再来，跳过。好，我们影片要结束了，黄人就给他买钻，就是现在还有次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给他这五次刷完，有就有，没就没，我们就跳过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影片结束，不看了哈。好，不过他这个跑得比较慢，倒数第五场，他都没有连续作战嘛，有一个是可以，那个是解任务的，但这个好像不行，你得打后面的解任务的这个才有。下来，成就出来，成就。其实难，对不对？680打5000万，月赚4400万，挑战月赚4400万，两场，再来三场。上次这个观众留言很可爱，我就发那个30分钟影片，他说你这影片太长了，好像说希望我改进吧，改怎么改啊？是不是改成40分钟？没有啦，我都有看啦，就确实可能太长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我现在我想要100名之前，我们拿个头衔一个阶段，然后这边就不用再看了嘛，就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达到一个目标之后，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事情，现在就是卡着。好了，这第四场读的也很慢。好了，最后一场，看你在搞什么，一直都没有赢，有了吧？这场有没有超难？怎么打都上不去。瞄一眼，结束了。瞄一眼，金属骑士这血条打不下来，就差一点点。所以你看，我攻击力也是很重要嘛，这装备都开不到嘛。当时如果有开到，他早就爆了。我早就到86万攻击，他早就爆了，还轮到现在这样子。这运气不好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，啥事都是跟运气都有关系。哎，你不要怀疑啊，人生很吃运气的，真的啦。哎呀，又是差这么一点点。那我知道了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啦。我现在78万啊，基本上到79万，他这个血就有机会挂了，就是差一点而已，79万多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我再去想办法。我有尽力了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但很强。我们这个也开了扭曲立场，开了也没什么用。是吧？然后攻击力能点的都点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我，真的啦，尽力了，已经很高了。因为一般我们这个账号也，已经78万到79万，能点的都点完了。这有些他没有办法嘛，他就没有要求到。啊，潜能的两颗星钉锤头，还有这个我们的自身的专属性徽章就上不去了吗？好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祝福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